唔管啥物山珍海味，阮囝拢带我来食过。不过思思念念嘛，还是爱食故乡这个口味啦。啊，恁来啥子景点啊？是阮爱食，啊恁翁的。董事长有讲过，买土地、买厝是每一年拢会起，咱袂当为着眼前这几几亿，就去损失掉未来几落百亿的利息。陈小春这个查甫囡仔真有生活头脑，唔免提董事长来甲我压，这是加几十亿，唔是几十块呢。你若是坚持要用业界的介绍，那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提袂到这个的标案。副总，啊、爸，这有够你起笑啊！到我即马，你真正为着要找到这个人，你会当无理智，啥物拢袂管人。要唔过我袂当伫只等待，啥物代志拢无做，我只是想要完成心愿。你请还得叫好啊！做了真正有够好啦！那是咱让妈欢喜，让你放心。我咱给伊上辈薪水当做奖金嘛，无问题啊。我记得，这阮后生个媳妇啦。你好，想要告诉你吼，伊竟然阁会出现伫我面头前。你即马随甲我出去，阮家无欢迎你。你俩准讲我阁甲当年同款哦，敢那点点互你欺负？你是安怎？阁有这个名话在这个世间，而且阁有我倒掉？你才无应该活伫这个世间，那是你。我已经啥物拢无啊！你爱来求我放你煞！